可以 better。OK。你要往前，你不可以，不可以这样讲。Hello， 大家好。今天这个影片呢，看我这个装扮，看这个架势，就是说跟我平常的影片不太一样。我们今天要干嘛呢？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宝可梦卡。Okay. 我本人呢，就是没有在收集宝可梦卡，我对 Pokemon 的印象就停留在小时候看那个神奇宝贝的那个阶段，就是像什么皮卡丘，然后呆呆兽，大概这样子了。故事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准备要去买个东西给他的朋友，这么的碰巧，这么的顺便，就买了那个宝可梦卡。我们先介绍他出场好了。OK。一二三，大家，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哦，好啊，这个是 Peg All Star 的一串 Pokemon 卡，所以他在日本版的 Pack 里有一个小机会，可以一个全部都是特别的 Pack， 特别卡的 Pack。总之呢，一般来说就是一个 pack 里面你可能会拿到一张特别的卡，但是现在呢，它是有可能你会在这很多个 pack 中间有一个 pack 是全部都是特别卡。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一整盒这样下来是$50左右，嗯，对不对？所以挺贵的，但是如果我没有拿到那个特别卡的话，我们今天就值得了，对不对？嗯，就大概赚了$100吧。哦，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开箱喽。对啊，你需要先知道你要找什么。不然你中到你不知道。那我请问我要找什么？你要找很亮的卡，越亮越好。欸？ So there's like 普通亮的卡。嗯。OK， 你就知道你在找什么了。伊彦他有这么多神奇宝贝卡。有更多，这是一点点而已。OK， 很曾经尝试跟我解释过他的收藏，但是我真的是。一点都听不懂，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他要这么宝贝这些卡，所以我就是尽量不要去碰到他。没有啊，就是有的东西就要宝贝啊。嗯，那我要你要宝贝吗？有啊，我有宝贝你啊。OK， 好，谢谢。OK OK OK， 你来开，你来开，你来开。我跟你说，我今天拍这支影片最开心的就是我买的这个帽子，所以它这个打开呢就是这样。然后这样一盒里面总共有11个 pack， 所以我们有11次的机会来抽到这个特别卡。好，我们先把它摆出来。我选这个。那我这个。开的时候就小心不要刮到里面的卡，你就翻开，然后呢，你就一张一张看。好，我把。啊。哦。没事。是被拆遍。OK，I'm OK，I'm OK。没有什么。I'm OK。OK， 你就一张一张抽，看有没有抽到亮亮的卡。看不到。好无聊的影片，就看我们一直在抽卡。哦，有一点亮亮，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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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还不错。哦 ，It's a Mew。What？ Oh， it's a Reverse Holo Mew. That's pretty good。不错。很可爱吗？很可爱吧。And then we have a Big Liang。我好怕被你弄坏。OK， Big Liang放这里。我问你，是我比较重要还是他比较重要？你比较重要，当然啦。OK， 好。这张有吗？好像哦，这张有点亮亮，小亮。哦，这张也小亮，小哦，特别小亮，哦、特别的小亮。哦，这个不错，这里有一个 diamond 哦。哦哦 ，What? That's really good. Wait, what is this? 哦，这个要保护。这个。This is the tag team. This is the tag team Mew and Mewtwo. 这张很强耶。所以看到上面写 tag team 的这个挺 rare 的，这个也亮亮的，这个也亮，耶！哎，这个很难抽哎，这个不多，这个不多 ，nice。OK OK 好。如果抽到的话，我们需要先把它放在第一个保护盒，然后呢要再放在这个保护盒，所以这个是放反方向，然后这个要放正方向。哦，我放错了。因为我们要放三层，所以第一个要放正方向。我可以开下一个了吗？我现在兴致很高哎。Nice nice。哦，这个没有抽到，这个也是正常的。这些应该都是基本，就是没有亮亮就是基本，对不对？嗯。我这边，哦，这是什么啊？哦、oh, ，That's good. That's the new one. This is the new one. 哦、oh, ，这是这个 set 新出的卡。Oh, really? 嗯。哇，你看这个反光好亮哦。Let's see.哦，这个特好，你喜欢的就放那里。
不是我喜欢的。哦啊、掉了。可以放轻一点。然后还有这两个小亮。然后我们有一个 Rayquaza。Rayquaza 是什么来的？也不错，就是亮亮的。就是要看它多亮啊。OK。欸，我又拿到另外一个，但我也拿到一个 Tag Team。虽然我不知道 Tag Team 是什么，但是好像很厉害。这边有一个亮亮的卡 ，Nice， Let me see。Blastoise 这个 art 很好看。这个为什么要放这？因为大亮啊。哦，是大亮是不是？嗯，你不觉得它很亮吗？哦，好。Blastoise，I like Blastoise。好像没有。Oh my god。你看第一个就知道了，有吗？一二三，哦，不是，没有。哦，我有个 tag team。Oh my god, you're getting all the tag. It's the three legendary bird tag team. OK, 这个挺好的。哎，你要庆祝一下。Oh, OK, 庆祝一下。Wow, you're getting all the tag teams. 这个很难吗？机会挺小的。然后我有一个亮亮，我有一个亮亮的狐狸，它是狐狸吗？哦 ，Vulpix， very cute， very cute。然后我有你的狐狸 Evolve。这个是大亮还是小亮？小。那这个小亮，这是大亮吗 ？Shiny Hollow Energy。Here。没有，这个不一样。哦，这个不一样是吗 ？Look， 这个更亮啊。哦 ，OK。那这个是大，这两个都大亮吗？这个是小亮。嗯，对，小亮。I can't tell。What？ 因为它长得好丑哦。干嘛嫌人家丑？对不起。我认识啊，亮亮 trainers， that's a hit。Actually， 我还有。你是不是还有这个？我还有五个。虽然我根本就搞不清楚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蛮好玩的。伊恩之前我自己跑去买五包，然后他就说他有特别挑过，就是感觉里面比较重的，就是感觉是特殊卡这样。This one's so cute。Oh, this is so cute。等一下我起来给你们看。哦，是不是很可爱 ？Wait， this is a secret rare。Which one？ 这个。这是189 out of 173。Hello， 最后一个来，好，来我的好运来喽。好 ，please。等我们先过一下你做的，先做个仪式，看这样会比较好运。Do you wanna do the honor？ No。噔噔，好，没事。我们现在开完箱了，然后我们没有拿到最特殊的那个 pack， 就是全部都是特殊卡的。但我们拿到了很多亮晶晶的卡片，因为Ian是一个就是收藏家嘛，算是，所以好，我们现在来计算说这些特殊的卡片在网络上面值多少钱，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次有没有回本。Yeah， 来吧，我不知道，可能刚我不知道有没有回本，看看。好，好，来，我们先 get your phone out。等一下，好，一二三，哦，80块。我们这边总共的价值呢，达到$79.5，所以我还是亏了一点点啦。然后刚刚伊恩说，普通卡里面的 trainer， 我是不知道它有什么好处，但是好像这个卡的那个也是有一定的价值。我们就算一半。我刚说多少？32，那算16，加16，79.5加16，耶！这样子我们预估我们今天开箱的所有卡片价值大概是$95.5。我们没中到，不要赌 ，gambling is bad， don't gamble， yeah， don't gamble， don't gamble。好，你还想再开吗 ？No， it's okay， 我累了。对于一个不是 Pokemon fan 的人来说，实在是我不太能够理解。那接下来就交给你慢慢的把所有卡片给收起来喽。他现在，我跟你讲，现在这些卡片比我还重要。No， 我只是需要把它收起来而已。最后呢，依然要跟大家分享他最近学的一个词语，就是这个词语，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欣赏 Pokemon， 叫天真无邪。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拜拜。天真无邪 ，everyone， 天真无邪。我们是昨天去买的这个卡，今天因为他又要回 Pokemon Store， 然后我是这么凑巧的又到了店里面，然后看到了这个帽子，然后我就把它买回来了。我觉得很应景，是吧？
会，这个要照给 Simon， 他会很骄傲。